推我的枪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这小伙子太嚣张了。干嘛呀？等一下。停一下，等一分钟。干什么嘛你们？等一分钟。等一分钟。马上就好了。马上就好了，你快点，不要耽误我时间。快了，有一点点。把它移开。啊，等一分钟可以了。移开，听不到吗？哎呀，等一下，现在这么多草挡路啊。真的是那么多废话啊！我帮你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走开！哎呀，你干嘛推我的枪？这年轻人，我操！这小伙子太嚣张了。干嘛呀？你这个人！叫你等一会儿就。走开！没看到我们在这里义工吗？义工，你义工关我什么事啊？为人民服务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为人民服务，我不为人民服务啊！我要为什么服务？我去啊！哎呀，你不让无理了，不让别人走啊你啊！我捡起来。我为什么把你捡起来？我们是公益活动，你干嘛要推我的车？我都说你公益的不关我的事啊，我走我的路，你搞你的，你把东西也搞开就行了，让我过去先，你再慢慢的义工。我需要你等一分钟，等一分钟。我为什么要等呢？啊，我走我的路，这个路是你家的吗？啊，挡着在那里，就是我们村的路。你们村的路要怎么样啊？不给人走啊？对。给就行了吗？那你还不让开？我再等一分钟不行吗？叫你等一会儿就不等。不管你啊！这么嚣张！快点走开！捡起来！我就不捡，快点走开！你不捡，不要耽误我，就不要。我不捡的话，不给你过。快点走开呀、啊！我急着。捡起来！不捡也不给过啊！我急着跟我老板签合同啊！你走路过呗。你耽误一分钟，你咱耽误得起吗？啊？那你走路过去呗。走过路过去多远啊？给我捡起来！哎呀，你！哎，你干嘛？这么嚣张！哎呀，你这个人，我让你义工，等你啊，我就不跟你过。先走路过去呗。叫我凶的，走路过去，快点走开！不走，你怎么说那么多？就不要。哎，这不是小江吗？哎，你认识他？哎、这么嚣张啊！老板娘，你好，刚刚想找你，来，刚想找我。是啊。等一下，你都看到了，他偷了东西啊。哎你来我们村里那么嚣张？没有啊，我是急着去找你，你不是急着找我来签合同吗？是不是？签合同那又怎么样？那你说的吗？要赶快到你那里去，不然的话你没有时间了。赶快，这是我们村的义工，专门为人民服务的，然后在这里修一下这些草啊之类的，你干嘛把人家工具都？往上面丢了，对呀、啊，他太嚣张了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他老是在那里搞，他就叫我等一分钟，等了多少分钟了，他都不让，所以说我才冲动了，就把他推到上面去了，知道吗？是吗？我也不想这样了，我本意都不想这样了，知道吗？可是你已经做了。那二年还有小林，你们说一下他是怎么对你们的，我想听听他是怎么暴脾气的。只丢你们工具下去的，我前面不知道。叫他等一分钟，他不等，把我们的推车还有我们的工具全部丢到下面去。你看一下，到哪里去了？车都推到下面去了。就是啊，这种人素质太差了，脾气太暴躁了。你还想签我们村的地？我都说了，你还想签20年？你现在别说20年了，10年、1年，一分钟我都不给你签。我跟你说。你以为你现在有点钱你就膨胀了啊？不是啊，老板，你听我说，本来我好声好气的要叫他让开的，他老是不让，知道吗？你又在那里赶，说定个时间到那里，我这不是道理，我不跟你废话，江大姐，我真的是看清你这个为人了，还在那里狡辩，你真的是的。你还有点钱了不起了，飘了，啊！以前你是什么一个人？老老实实的，现在变成暴脾气了，啊！我还要跟你签合同，你真的是的。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嘛？这个合同不要跟我签了，你找其他人吧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在这个行业也混不下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样的人品，啊！
还有我身上拿行车记录也记录有一些，你把别的东西工具全部丢下去，你等着以后吧，我告诉你，看你有什么好下场。人家义工拿一分钱都不用，拿专门义工为人民服务的，真的不没有回报的话，在这里做着公益事业啊，拿你为了赶那么一分钟，拿你把人家拿东西都丢下去，有没有打人？没有，差一点点就动手了。哦，你看这种人真的是，哎，江大姐，你走吧，走吧。不用，不用这样吧，一点点小事，你说搞得那么大干什么呢？就是小事嘛，把东西捡起来，就是、道歉。什么小事看人品？一点点小事都知道你这人品不行了、啊，你还想这样？哼，小事，真的一点都不懂得尊重人，你这种人真的是的。还要管说我们说，哎呀，是我错在先，我道个歉行不行？道歉啊？是啊，道歉就行了，道歉就算了嘛，是不是一点点小事，过去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那各个做错一点事情就拿、啊，你要想清楚，你做一点错事有什么后果，是不是？马上回去，倒回去，让他倒回去，从不给他过。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这个人走了，活该！我跟你说，细节决定成败。对，你看人家义工都说的比你好，真的是活该，这种人不让他过。哎，那个磕的到下面，你看怎么搞？等一下，我们帮你们拿上来。倒回去，快点，快点滚吧！哎呀，哦，都有这么高？那么高？怎么搞？二牛啊，这个车。等一下再叫人过来，叫村里面的人过来吧。嗯，然后你先拿出来回去吧。啊，然后小林你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先跟辛苦你们了，对对，辛苦你们了啊。然后我去外面签一下合同先。先走啊，你先回去啊。等一下我叫人过来拿就可以了。嗯，好的，来上。